今天天气高，天也帮忙，所以天气又凉又变下雨，真的非常好。啊，今天我们要介绍今天的那个向导呢，是叶文忠先生。还有一位林天金先生。还有一位那个王映真小姐。啊，今天的我们的行程呢，很好走，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要补充水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谢谢各位啊。